是吧？人太哎，多了，妈哎，的。这个就没什么操作空间了，这种没有操作空间。对，要想有操作空间的话，我们要转移的更早一点。行 ，OK。我们那把转移的太晚了，这把再来，这把再来，嗯。头上佛地下鬼，头上佛地下鬼是什么东西啊？啊啊！刚才不是头上一个，地下的，地下的。嗯。哎呀，拿瓶水，等一下。是有点难，这个鸡他妈的是没有那么好吃，兄弟们。小南，好吧，小南。这把怎么说？我来看看。哎，指挥官，要不要跳个这个地方？希尔多。防空洞，很粗。信不信一波？太穷了，不穷，你不是比较接近吗？比较接近这把就机场。这个好。我们赌一把海岛拳，怎么说？就机场，好吧 ？OK， 搞一搞。而且也比较偏你比较激进的打法，好吧？让你的冲锋枪提供更多的近身作战的机会，能够展示你的技艺。可以。OK。不错，跳。这边好像有人，有人抢 K， 有人抢，而且好像比我们快，我不确定能不能抢过，抢不过。跳黄塔。哦，我也跳黄塔了。没人吗？哎，有人。塔也有人吗？有人。就在你对面啊。我对面。就是你从你那边上去了，塔顶上吗？在，不是爬上去的呀，就在你等会会碰到他，我不敢过去出去了，怎么办？指挥官，我先开个车接你，在我对面还是怎么说？就是你对面，对，你等会会，我帮你观察一下，他，哎，没人吗？可以，溜不溜？指挥官，这里有辆车，我来接你了。指挥官要先打药，先打药。OK， 车就在脚底下。是把这边杀了还是？走吧，我打点药。OK， 我来把他枪拿了。我帮你飞下来吧。好 ，OK。来地上。哦，是这个东西啊。嗯，对，走。快！他妈的，我们太穷了。走了吗？走，烧。OK。进来收。我没什么近战能力的，主要靠你啊。OK。交给我。这种都没人，先搜。
先武装一下自己。哦，看到了。要他妈找把长枪。刺猬给你一个，地上。OK。继续捡，这是。来，扩容丢一个地上。太穷了呀，妈的！换一个，换个楼。楼顶去看一下，山上有人吧？山上来人了，山上来人了，大厂 K A 那边有一队，山上来人了。OK， 要不要先杀一波呀？我找把枪先，别急。三级甲，好东西，来，你拿。走去中楼，中间那栋楼，走。打我们身后，山上。在什么位置？山上。哎，怎么看到人呢？你溜了吗？你看到人了吗？我没有看到。什么位置？哎，他在什么方位啊？哎，哦，我动不了了，完了，他倒了，我把你救了。OK， 没人了吧？哦，还有一个，在树后面，你好像不好救。在树后面，对，就在这树后面。树后面那个倒了。不，刚跑过去一个，他在拉。有药吗？饮料什么？你先下楼，你别在这上面，快，你下楼。OK， 我选。你先下来。跑不了，一枪死了呀。啊你哦。你还是得跳下来，不然你怎么都是死。OK， 我把药吃了。对。不理他们，等他们进来攻。你这个位置会不会拉枪线的？你赶紧跑。他们要攻过来了。好的，有没有饮料？啊？饮料什么的？来，地上，这里止痛药瓶丢一瓶。哎呀，老子没有长枪，妈的，这鸡！楼上没收吧？不能去楼上了，龙哥。哦，不是，我说这个屋顶楼。别去楼上了，直接进一号楼。来，就在楼里搜了，别去楼上了。咋双狙吗？这把，这双狙太垃圾了呀！呀，来个762呀！我是你哥，又要收圈了，好难受。有点穷啊！我需要一个 M762， 你看有没有那个枪或者什么步枪？有一个大盘机。大盘机不太行。好了，这里有个 DBS， 有个 mini， 啊，有了，走吧，走吧，
那我换把枪，我换了。那你不用吗？那给你个快货，啊，你好，可以好，大货给我可以，我给你个快货，记上。OK。然后再四倍还要吗？四倍不用不用不用。5762子弹给你一点。有了有了有了。四倍就一个在地上，走了，我们可以走了。枪不见了，枪不见了。枪不见了。哎，现在在看吗？走吧。他们有可能摸进来了，我们去找个车，走走走，跟我来，跟我来，在我背后帮我补枪。OK。有人，有人。放子弹，放子弹。我操，好阴啊！死了吗？硬的死了，死了。OK OK。我他妈听到，是说听到什么脚步声？我操，好阴啊！太他妈阴了！我操，这是火力压制，火力压制，这个叫。不要不要，就是应该山上那两个老兵来阴我们的。对，毒来了。对对，找车找车找车，快点！没什么药的，这么你药品如何？没有零。那快快快快快快！我操！甩手法这只能。哎，有车有车，快快快快快快！来来。来地上给你丢几个风带，你路上缠风带自己捡，捡到了吗？好，走。这把枪倒是可以，但是武器。哎，你这个在干嘛？我的。妈的，这个桥过不去啊！我操，海边找船吧，必有人卡我们300%。那要不要走水路？还是走水路呀？走水路，看看船，桥下有没有船？哎呦，你没事，你缠风的，我等会打个大包就行了。要不要桥上看看？先看有没有船吧。没有船，算了算了。直接过吧，直接过，直接过，把药打满，把药打满。这怎么过？小药有没有？小药有没有？没有。对面人，对面人。对面桥上有，对面桥上桥头有人。走走走走走，上车，上车上车。这船这桥过不去，他妈只能找船。Okay. 确定有两个老兵在那里。要不要划过去？只能找船。来，再给你，再开一个，再开一个，快快去找船。我回去找，你去右边 N 岗里面找船，你知道吧 ？N 岗里面，你知道什么位置吧？对，就是这，我给你标线，这一条线，这一条线，黄线，你去黄线找船，我去这边，我去这边找船。N 岗里面很容易进船 ，N 岗里面，不是不就开反的 ，N 岗里面，里面 N 岗里面。黄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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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黄线。
空投。哎，打他！哦，你怎么杀人啊？还杀两个？妈，这什么菜鸡？我操！电脑人，这个逼是个。哎，找到了！啊，来来，快上来接我，快快快快快！来来来。马上到。那我先水了。OK。你开到桥下来，然后把船交给我。我其实也可以水过去，我也可以水过去。怎么说？都可以。你要接吗？我还是来接你吧。那你可以来接我，可以来接我。他们有在打你吗？没有。好。要不要杀船头这队？算了算了，不太好杀。左边，毒里面，我上不来，完了，哎、这个比较准，你死了。哇！毒里面对，有个比在卡你，真没办法，救还救不了。哦，又救不了。救不了你了，走了，老马。哎呀，没事，这个人小准，他要被毒死。不过他枪法好准啊，为什么直接就打到我头了？我还有那么多血，准的呀，要等老哥上船的呀，对吧？我血那么多，但我被爆了。他这个枪法有点准。都是我笨吗？这跟我这个怎么就笨了呢？这怎么就笨了呢？妈的，这个楼里还有人吗？玩不玩呀，哥们？一直在打。甲也给我抽坏了，我操！海底捞。这个捞不上来，这个死得太快了。这溺水死好快啊！药也没有，老子好惨，技能。你杀了几个了呀？杀了五个。我觉得你这把吃鸡好像有点难。没药，主要是没药没甲。我这他妈在城里搜一搜。我那个身上有个三级甲。哎，空投有人，前面有人，我看到了。你说话？没有，现在需要一个甲。要不要去把它舔了？前面这个小房区有个人，我看到了。这个小厕所，刚舔完空投走的应该是。这空投应该，你把它干掉。不太好干啊！我装备太差了。对面那个小厕所有一个人。小厕所。对，听到了吗？他们在抽别人，一个两个打闪了。他们那个位置看不到后身，我有点想去把他们抽了。有淹没。对，我去把他们偷了，我去把他们偷了。这把想肥的话，要把他。啊，看到了，淹一波。对，他们没有看到我的，。你不能跳。我操！这个，哎呀，操呀，裂开！哇，好难吃鸡啊，金龙。可能是我有点，好难吃呀。贡献，有贡献，还可以，好吧？这把有贡献，这把挡了一波子弹的。挡了波子弹。对。嗯。哇，他妈的，两个位置的人在看我，那个位置太性感了，妈的，空投真不能待。我们换个图，这个图不太好吃。哎呀，算了，进了。
不到。没有啊，还没放。还没什么呀？嗯。打不到，刀都被抢了。现在我们今天是十点钟有活动是吧？对，十点钟之前带你吃两盘好吧？吃两盘煎？对，怎么说？你可以的。不可能呀，吃一把就你知道我前段时间有个外号，你觉得我还可以吧？我这几把打下来，虽然我们没吃到鸡，但是他妈一般都能杀，对吧？对，很强。我前两天的外号叫知道叫什么吗？啊，叫什么？叫牛骨头。为什么叫牛骨头？牛捕头，哦，牛捕头，对，因为我就打那种高端局，知道吧？带跟那些职业选手打，然后他们就把人打倒，我去捕人头就加分。对，所以外号叫牛捕头。我，你想不想体验一下我的捕快？可以，我来捕，你杀好吧？可以。来捕。能吃一把就不错了啊。刘嘉玲为什么会这个 ID？ 是因为我那天2999分，差他妈一分钻石，然后打了一把加零分，就他妈叫刘嘉玲。哎，这个红点击是吧？怎么说？我喜欢挑这个地方，要不要挑一把？好吧。啊，好，走。挑一把，挑一把。你要飞那么远，就飞个穷的地方，我裂开。穷吗？哎，我感谢 CWRU 的学生的飞机，这地方不穷，你看一看嘛。哎呀，不要嘲笑我。讲道理，学友们，我现在枪法绝对可以的，我主要是那些。那个就是一些身法和一些透气怎么选点不太行，枪法讲道理可以的，好吧？我的 M762 不准吗？已经不错了，没什么第二了。感觉好像有人飞，感觉有狙击手，直接往前走，还打不了后面，一直看到这个闪。这个谁都打不过你了。感觉有狙击手，这是我开奖。他们已经去了，没有把这个买了，差一点点。枪法确实还可以啊，我这用去点精神。哎呦，我才刚玩几天。一个亿的钱，钱玩其他的根本都不算。才刚玩几天，我也宽容一点。哇，糊了糊了，拿我头，我糊了。糊了，糊了。啊什么？你要什么东西你就糊了。我们再输一把，我们就可以下班了，就不用打。二级套，三级包。这里面二级头要吗？要。宁愿，来，这里面小房间里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何去何从？那个防空洞，我感觉好像有人去了，算了吧。不去了吗？对，而且我感觉像是狙击手。那接下来我们怎么走？马上不走。我觉得，这把有点难，去 M 塔。就现在去。OK。这把圈在中间。哦，在机场，我们可能得找一个船。别，你想干嘛？是不是要五百？哎，来不来？你想好没有？你想好没有？你先想好没有？你先想好没有？我问你，你先别开枪，你想好没有？你想好没有？啊，我想好。啊，你想好没有？那我们得倒数。我有这个东西不怕的呀。我也有呀。啊，你也有吗？
二级包，妈的陷阱也捡一个，我操！等会儿去恶心他们。那个陷阱扎不了人吧？扎不了人，可以把车子胎胎给他们扎爆。那没什么用啊。这里面有这里面不是说有人吗？你我别往里面走。我不太确定，要不要偷袭一下什么的？去 M 城吧。哎，有车！哎，来手可以手一波。讲道理，他们车就停在那个地方。好。啊，好，那我觉得应该像是狙击手，他们可能知道我们在。那把我们车给他们偷了就跑嘛。哎，可以。不是偷他们车吗？哦，不是，理解错误。搞错了，我以为把他车打大了跑。好，那走吧，跑吧。理解错误，我的。太他妈精彩了呀！精彩，太他妈精彩了！搞错了，我以为意思是把他车打了就跑，让他们出来捡个车，然后一个 surprise， 坏的，我以为是这个意思。太精彩了呀，宝贝！有车，右后方，右边的风我再开，应该是那个花里胡哨的那个伞。对，哎，这边被人收了。哎，好穷啊！那这边被人收了，收过了，走吧，M 城。哎，这晚可能会晚。M 城在打架。马自导的路线，我跟你说，你以后你改变一下自己游戏的作战思路。作战思路，就他妈你爸爸这么穷，这装备你打什么游戏啊？你选的路线，爸爸他妈太穷了呀！这他妈怎么打得过别人呀？这思路有点问题。对，要调整一下，调整一下。飞得又远又他妈穷。对，这个可以说一下。太凶了，那个弹片夹，受不了，受不了。那是二级头。有了，我们得去 M 城杀一次，不然这把回不了。偷袭一波吧，做一波老六吧，好吧。走。我觉得这个地方肯定有。有车，准备扫。第三，他妈的，我怎么一直站着？应该就是刚才的。这个 M 城里面要肯定会有人吧？你没放，你因为收过了，这没放，只能收太穷了。硬收。二级甲，二级甲，哎，没被收过。小心那两个人摸回来杀我们。没办法了，这妈的子弹也没有，啥也没有，你妈烂命一条！你他妈的，这游戏都不想耍，知道吗？没事呀，这个游戏靠的是枪法呀。妈，六六没子弹，你哪来枪法？你来，子弹肯定是有的嘛，杀人的子弹是肯定有的嘛，杀不杀得掉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你看这多肥，这个地方，这不就起了吗？我已经起了啊。小心要口香糖吧。我已经起了。你破了窗吧，来了，杀回来了，来这边路上可以打。好像走了，有辆车开过来了。
飞机可以找，等等等，等他们先开出来，咱们开出来，就等等等，等他们开过来，然后准备扫。哎呀，我没子弹了，你怎么死的呀，老金伦？哎呀，啊，我扫了一个没子弹了。你怎么说？没事没事。你是怎么死的？啊？你是怎么死的？被他碾死了。哎呦，太晚了呀！这个位置没办法，我那样扫啊，那个地方扫啊，没办法。我如果贴着墙，我又怕扫到你，所以我退后退的比较远，他有角度撞我。来人了！哎，我看的不是，哎，你呢？我在呀。你在干嘛？我在外面，我在游戏等你呀。啊？我死了。我死了呀。啊！你没死吗？我死了，我死了。啊，那对的呀。对。哦，你在搞什么呀？我在看。我子弹打光了呀。我看应该在打，我以为是你。哎呀，太晚了！哎呀，太……我以为是你，我算太老了。哎，看你。